盛感，还是澎湖旺季的啊，就真的出了报纸了，是真的是干旱，而且还着火了啊。那么很多地方呢都有干旱，干旱过后必有水，这个水灾，真的过后水灾就来了。所以这个人呢的书我也买了，介绍你们认识。敢敢写在这一本啊？为什么呢？是我写的吗？不是，我只是跟着老祖宗的教法写出来。以后你们也可以这样写啊，依法不依人。我所讲的如果没有根据老祖宗的，好像现在是己土丑土，我跟你说不是啊，是水。不根据老祖宗，连老师都不认，知道吗？不苟同啊。所以己土的话，什么样的东西最受影响？金。为什么？五行当中土能生金，土多不能生金，反而金会怎么样？我们说哈，命理学里面叫做埋了，很漂亮啊，这个字，金在土里面啊，不是埋吗？那金埋是什么意思呢？还能见到金吗？如果不懂的话，把你们的手链啊、钻石啊埋在土里面，那是金多还是土多？土多才会埋到金吗？那还看得到金吗？金融问题一定大，知道吗？啊，你们早一点来学就好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两个土在一起，然后土很多了，然后五年的旺土，不是旺土，只是说土很多，才不能讲旺这个字。如果命里面没有，不可能没有金呢？这是前面的问题吗？还是你的前面好像如果有很多土但命却没有金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改天再说。不很好啊，那能勾出你们的问题啊。记住六月班是超满的班。好，那中年就是我们说的花，哎，这苗啊，是成年是苗了啊。那老祖宗说，少年是根要扎得好啊，所以少年要锻炼。我们是没机会锻炼的，传给我们的后代给他们锻炼啊。走，跟妈咪去巴萨。不要。走，不要，我就是不要。哦，很懒惰，不行，懂吗？让小孩子拿，现在我现在不会啊，背书包啊，妈妈背啊。啊，不好，这样不好啊，这样不好，所以他根扎得不深啊。能读书而不知道书包的重量的人呢、啊，那还是学子嘛，是学子，书啊，我们穿的鞋子啊，不是学子啊。所以我的女儿很惨的啊，不过她现在不错的。零用钱省了去买那个拉车。苗成年，老祖宗告诉我们月啊很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人能控制年嘛，我要几时生就几时生吗？啊，不是，我要几时生 baby 就是几时生 baby， 能控制。说实话，月也可以控制，还是蛮能够控制的。啊，蛮可以的，所以用蛮这个词啊。啊，所以还算 OK 了，还算 OK。所以这两个地方呢，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话，那就好好的控制它，因为下来的日就不能控制了。所以前面这个轮胎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轮子啊，我们驾车前面是灯的吗？我们 control steering， 为什么不要 control 四个啊？奇怪啊，我们 control 前面啊，年和月。懂吗？后面没办法了，就跟着前面走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苗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因为苗啊，听清楚哦，苗，你种了什么苗，到了几时才结果啊？时才结果。
也就是这个苗影响了你的子女。所以时辰代表子女。再说的简单一点，20-40岁拈花惹草，不收啊，不练，成天在外面胡搞乱搞，迟迟不结婚啊，只为同居啊，到最后呢，就算你生出一个好的苗啊，他这个果也不结实，他肯定这个就是我们在20-40的时候夜总会啊，天天啊我们冒昧的说了啊，妓院一直去啊，女朋友20多个啊，天天都是夜来香啊。你生了这个孩子之后，肯定的，你这个果啊，将来要为你再续啊，难了，耗完了。所以古代的人16岁就结婚了，最棒的时候啊，女孩子16岁结婚，到了这个成年的时候啊，她没有再生了，身体非常健壮。所以灯刷啊，你不要去惹她，她会打你的 啊。所以女孩子不要太晚生孩子啊。如果太晚生的话呢，那老公就要照顾你一辈子，要好好的对你啊。所以我们对老婆要好一点啊，不要一点，要多一点啊。那么花呢，嘿，这个花很有意思，很漂亮，日代表花。同学们要记住，我们今天学的是紫萍，有一个叫紫薇，我们不学紫薇，紫薇不要跟我学，我教紫薇2天赚不到什么钱。紫萍学会了之后，紫薇自然而然就会了，无需学。等到你学会了，你就懂了。那么，紫萍依日为主。每次呢，你属什么啊？你五行属什么？属木。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？年，你在几年出生的？他就看你的年，而且很多著名的风水师、八字学家，他们都是以年为主的。他们看你，你看他们的书，63年出生属水，啊，64年出生属木，他都是这样的。不对，我们学紫萍，啊，你们也可以上网站查这个，啊，这两个字紫萍，啊，紫萍。就以日为主，为什么？年可以控制，月还不难控制，但日绝对不可控制。啊，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什么？很多人说剖腹啊，剖腹不是控制吗？我选了多少个日子给剖腹的这些女士太太们，拿不到，要爆就爆出来了。你以为谈判了、啊？哎 ，I tell you 啊，不难啊，有时候有问题就是马上生啊，不可以等啊。啊，就算是天子啊，我给他一个天子的年月日时，受不了，不给，没办法。开刀算吗？那、啊、算，啊，吐出来的也算。啊，但是你不要遇到真命天子，啊，他是自然生的。啊，我是剖腹了。